好，请问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一辆黑色轿车经过，好几部机车瞬间往骑楼喷飞，冒出阵阵白烟，多部机车全部堆叠在一起，场面满目疮痍。事发就在今天早上10点多，26岁的邱姓男子当时沿着台北市新生北路直走，没有减速，却是直接撞上整排停在路边停车格的机车，甚至当时还有一对夫妻准备要牵机车，没想到就遭到追撞，导致后座乘客全身擦挫伤，送医治疗，还好没有大碍。然而这边失控冲撞的驾驶从昨天晚上就喝了一个晚上的酒，直到早上10点多要回基隆住处，没想到就闯祸，一共撞回9辆机车，幸好没有造成重大伤亡，而这名肇事男子也将以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。以上掌握到的新闻情形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